马总统当年竞选靠周美青的夫人牌掀起了一阵旋风，而这次呢换朱立伦上阵，他的夫人高婉倩到最后关头终于是密集曝光。昨天夫妻是高唱 Gay Out 抢到了不少的版面，今天立刻跑到菜市场发暖暖包，拉近民众距离。和群众更靠近一点，朱立伦的夫人高婉倩市场发暖暖包，在寒风中要让国民党选情更温暖一些。但比起选情，高婉倩更关心丈夫朱立伦的身体。OK， 祝贺哈，正能量哦。好，这一段是太错了，感动。好，谢谢谢谢。换给国春。太好了，从老板手上接过塑胶袋，高婉倩买中药帮丈夫补身，因为朱立伦近日来连跑选举场，喉咙都喊坏了。好，谢谢中药润喉，都是润喉的。对，高婉倩笑说一点都不辛苦，因为这是自己最熟悉的菜市场，平日主妇们柴米油盐的所在。我觉得鱼汤啦，因为鱼汤不必熬嘛，最方便，对不对？水滚了，鱼下去，姜丝下去就可以吃了。朱立伦夫人牌越打越频繁，前一天才在桃园晚会上十指紧扣合唱《Gay Out》，幸福美满的样子对比蔡英文孑然一身，民众觉得有差吗？不会不会，没有啊，那这样子他也骂到那个洪秀柱啊，对不对？民众认为婚姻状态和了解民生疾苦没有正相关，倒显得高婉倩的市场策略能帮先生拉到多少票，效果还有待观察。 UDN TV 陈玉斌、陈雅瑜 SNG 小组新北市报道。